开始的部分，这是一个点；生活背景，这是一个点。哦，到这好朋友，有这好朋友的牵线，哦，大家斗阵来做事业，这是一个线，这是一条线。这条线牵线了后，哦，经过时间，哦，经过这事件，这事件有可能是一种磨练。哦，这事件可能是一种另外一种层面，另外一个阶段的层面。哦，这是一个面啊。这个面经过时间了后，经过这么多一人人事地物的一种牵连。哦，电线面，这牵连起来了后，到即阵有五十外岁做阿公啊吼，伊这阿孙咧常常咧讲，然后看到我阿公，你过去你做啥？讲建功拢过去。谁讲不是的？哦，伊讲，哎、欸，唔是干那讲我啦，我伫讲我，迄是我伫讲我妈妈。啊，后摆阮阿孙会讲我，哦，当然这是一个缘。那这个这个缘的部分，嘛是一种缘分的缘，嘛是一种缘分的缘。这个缘，这缘、個、的部分，缘的部分，缘的部分甲缘的部分，同款拢是一份的情，拢是一份的情。因的情有可能多咱，比如讲今仔即个会议吼，或者讲今仔即个会场吼，今仔即个会场，从咱遮或是下啊遮的有诶熟识，有诶无熟识，多即个会场，大家坐做会，这就是缘啊。吼，当然会当讲是即个遮吼，从我诶思考，从我诶想法，做一个理念诶传达，嘛是一种缘。即个缘诶部分。圆的部分跟圆的部分，哦，一旦互相的包容，所以含生活的人生，哦，我做一个文字的介绍，就是讲，看到、收到、接受到无不是的生活，嘴巴啉茶、品茶、享受茶，了解茶一生，调节的思考、简单的行为，借着事物在任何所在，总是表现个人的精神。这个个人的精神，有当时啊。咱拄啊咧泡茶中间啦，敢若我即马用开啊泡即个铁观音，甲讲总来说恁哪会滴泡吼？总来说有人看卖。那个我们视察的老师们，等一下再对，请总干事帮我们评鉴一下，哦，看咱那家泡茶安尼，哦，一旦合格，当然。在泡茶师每一个人啊，哦，每一个人伫这个泡茶师的养成过程当中，伊经过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哦，天下间温州风水地真歹就无几个，哦，天下间温州风水地真歹就无几个。当然，茶每一个人所感受的嘛无同款，哦，同款一杯茶，哦，尤其是香的部分、温的部分、体会部分。在我們的口腔裡面，在我們的思考裡面，在我們的行為中間，是不一樣的傳達，不一樣的解釋。所以生活在人生同樣，如果能夠照著事物，照著事物在任何一個地方，照著事物在任何地方总是表现个人的精神，面临事物种种，进行所看表象，希望透过过程会当了解基本的内在，最重要是确实的行动。这杯茶，如果干那看，如果干那品，你无甲啉一嘴啊！哦，坦白讲，你无法度了解伊的真正内在是啥物款。当然，啉一嘴了后吧，一口香，二口味，三回韵。有时候哈，去饮一杯哈，一杯啦，分作三句来饮哈，要无够苦，要袂当去真正讲，啊，汽水它是小款尔啦，啊，甚至袂当过来一杯啊，再续杯一下。那这个在续杯的时候嘛，不是刚刚进酒店了，一旦更加一旦去感受，一旦去体会，讲提到进酒店以后啊，咱一旦过。第二杯起来吼，迄个香甘滚动、香甘滑动的部分会更明显，所以。